包。哎，这个我爸，来个八千刀的。建德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。你现在跟我讲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处理。加减是吧？付我八千没？来，付我八好不好？好。
吃大锅馍。老板，虾卷。老板，你这边。虾卷呐。虾卷的，虾卷的话嘞。来，黄金汤哦。有啊，有遇到啊，就在我前面撞了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就是比一台啊宾士的错。没有，有七台，九台撞在一起那个啊。对哦，至少一定是有一台先打滑的啊。黑将货，最前面有一台黑色的打滑掉。不是那台宾士哦。不是在最外线的那一台。我以为是那台宾士最惨。我跟你讲，最惨的绝对不会是出事的那一台，最惨的一定是中间的。对啊。到的竟然不是警车，第一时间到的是拖吊车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来了谁要？一二三四五，买六颗三百块，沙发。来掏钱。这要点两包两块不？谢谢。我说以前买这位可以好不？人手不够，没办法栽培。来，算一大地。你要多少？一千。哦。来，这边一千。